好，开始吧。OK，OK。嗨，赖先生你好。你好。我刚刚看到你照顾这个赵老先生，实在是非常甘心。你帮他那个整理仪容、刮胡子，还弄那个还弄头发啊、哦，实在是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没有。那我想应该做的是，那你刚刚说你这个。有很多好的优秀的可以给介绍给大家。那我自己的经验是，我曾经请到这个看护，来了一个抽烟的。那我说，哎，你可不可以在照顾我妈妈的时候不要抽烟？结果他跟我说他尽量。我说我怎么尽量法？他说我出去吃饭的时候我抽烟，我回来不抽烟。我说你身上会有那个烟尾，我说这样的话我妈妈这样还是不好啊，她有吸到你的三手烟啊，那个讲不拢，我就请她先回去了，我又再请了第二个。那第二个我想说请她帮妈妈晚上冷啊，那泡个脚啊，或者说弄起来上厕所，那坐着上厕所，对那他我讲了以后，他就说他头痛，他感冒，然后他说他说他第二天就要走。那我一听你感冒，那感冒是不是会传染给我妈？所以我就说，那如果你感冒的话，是不是可以请他们再找一个人？结果呢，我跟他们这个中介公司说，中介公司说我已经派了两个人给你，你都是留不住，他说我没有人了，对，所以从此以后，剩下的那是第一天，剩下的我们住了六天七天，其他都是我在工作。那这样爱心没有做出来。所以我刚刚听到你这样说，我实在是非常感动。我们跟你们结缘我们就是不要用那个赚钱的角度在做，当做自己家人。那如果他可以做我爸爸，那自己的爸爸在照顾，这相处也蛮快乐的。不要用赚钱的角度去做，这样你会每天做得很愉快。我到哪里结缘，就越做越开心。对，到哪里谁跟我结缘，都是很开心。是的，是的。那你请问您怎么会一开始想要踏入这个行业？这是我失业做失败的时候，年纪大了，不好找工作，然后菩萨开这条路给我走，走了蛮愉快的。刚刚要熬下来也不好熬，要通过大便，通过24小时关在里面，要绑得在里面绑得住，你绑不住，你没办法在这里做。然后一段时间做习惯了，越做越开心呢。让病人一天一直在进步啊，我们的成就感让这么快乐。实在是感谢，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，谢谢。以后我就有需要要请你帮帮忙。不要不要，是大家结缘随缘呐，随缘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他可以把你传播出去，你生意会更好。